妈咪唔系嬲你爹哋办案啊，我系嬲佢，总系连电话都冇个打翻嚟咯。二嫂，查案系周围去噶嘛，或者去亲啲地方都冇电话设备咧。你二哥时时都系咁噶啦，佢成日都话公而忘私噶啦。妈咪，我有办法，等我第日发明一种电话咧，可以袋落阿爹哋嗰个袋嗰度嘅，等佢以后入厕所都可以打电话俾你。哈，一味得。